我是新概念团队的 Gary， 今天我来带大家看看万景市推出的 Jade Garden 楼花，它是 Premote 开发商来制作完成的。Premote 开发商作为加拿大老牌开发商之一，有着多年的开发历史，非常值得信任。Jade Garden 最大的特点就是价格便宜，71万元即可买到一间30或者40，并且无任何管理费用的联排别墅。它位于 Heavy Seven 和 Donut Cousins 成熟社区 Cornell 的中心地带，周围商场和优秀学区餐馆融为一体，交通非常便捷，四通八达。位于交通便利的 Heavy Seven 以北与 Donut Cousins 的交界处，3分钟即可到达 Heavy 407，进 Markfield Mall 购物中心，举步至医院、社区中心，进学校和公园。现在限时优惠，免费赠送家电5件套，包括不锈钢冰箱、灶台和洗碗机，以及白色洗衣机和烘干机，赠送2500的装修基金。所有户型开发费封顶为5000，宽松定金的计划，签约10000之后连续6个月5000，现金流无压力。该项目于2022年夏天修建完成即可入住，户型还带有不同的升级的 option。可升级为4个睡房，这就是 Jade Gardens 真正值得拥有的低价好房，价格真的不错，请联系我们优惠拿盘。